另外一位就是出名的门将，当时他只有16岁，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出赛，这也是整支队伍当中最年轻的球员。有人认为在赛事当中他是最棒的一位选手。卡西拉斯说，世界杯吗？我不认为，我只是帮助我的球队尽量的能够做好我的工作。2年之后，卡西拉斯带领着西班牙队夺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，并且他被选入皇家马德里一队。2002年在世界杯比赛里面，在韩国他面对一场点球大战，再次以他的身手证明了他的实力，只有21岁。